争夺国民师傅头衔的比赛震撼上线。我想要寻找到的国民师傅的标准是真是热爱自己职业，而且还有让人说服的才华。脱口秀现象级大腕化身头号乘客。我其实对师傅们很好奇，他们应该都藏龙卧虎。加上体验乘客强力助攻，吐槽一下我，你看我这个面相，我这个戳哥，因为跟你真的不熟，所以说不想吐槽你。干得漂亮！过三关斩六将。虽然对于我来说 yes 或者是 no 不被改变，进入到了总决赛的结果，但是我觉得你值得拥有四个 yes。狭路相逢勇者胜。通过一个驾车的体验，觉得哎呀，我可以了解世界更多，这是个现代年轻人最需要的态度，所以说我给你个惊喜。出发吧师傅，就在星空卫视。